高尚的联盟由艾泽拉斯中崇尚勇气与正义等理想的各大王国组成，而你正是隶属联盟的成员。有支联盟远征队前往新发现的岛屿探索，不久前突然失联了。身为勇敢新兵的你，加入了从暴风城出航的拯救行动。接下来得靠你找出失踪的远征队，然后带他们回家了。为了联盟，新兵前进，我们要到那座岛屿了。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所有人都得全力以赴才能完成这次任务。让我看看你们的能耐。我没有目标。接下来，奇怪了，怎么突然下雨了？士兵科尔会在演习中协助你，我得和舵手讨论这场暴风雨。士兵科尔前来报道。我们去练习的地方吧，我会让你先出手哦。我们一定马上就能拯救远征队，绝对不要逃离敌人，坚持下去，奋战到底，永远要面向你的敌人。啊，不投降。看来不管我们在岛上碰到什么，你都应付得了。我会尽我所能帮忙，我们一定马上就能拯救远征队。船长，我们快撑不过暴风雨了。所有人离开甲板，快点。我们会找到失踪的远征队。新兵，感谢圣光，你受伤了吗？我们有任务要完成，鱼人数量一多就很危险，把补给带回来，别同时和太多鱼人战斗。
联盟不会丢下任何人，不准擅自离开岗位。别担心，我们会找到远征队的。哇，这风暴可真猛，前面的船恐怕也遭殃了。从来没看过这样的风暴。我们有任务要完成，保持警戒，这攸关生死。你们三个在这座岛彻底搜查远征队的线索，新兵，你跟我一起先去探路。会找到失踪的远征队。你说你会来？当然了，他是我儿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抛下任何联盟士兵。你好。偷袭我们，艾拉利亚，先吃点东西，恢复力气。Arcanumbolos， 你好 ，Berenice Akan， 我们在北方和其他人会合。艾拉利亚，等你恢复元气就动身。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联盟成员，更不可能放弃我儿子。在这里，野猪人在进行某种仪式。有什么事吗？狩猎永不停息，我们没多少时间，你得学快点。基础都说完了，现在该你驯服一头野兽了。需要我们，百发百中。
出发，我儿子在那些怪物手上。亨利，我没看见他，但他一定还活着。我知道，因为从小我就教他要克服挑战。入侵者，你就是下一个祭品。救命！我太聪明，就知道联盟会来救我们，我们快逃吧。外来者都得死。我需要靠近一点。我们的不足会存活。行者，你就是下一个祭品。救命！我太聪明了，你是不能死啊！亨利的母亲，她总是说你会来救我们。她没胡说。放松心情，其他远征队也在那里。我听你说，记得要采集。我不太确定，但我知道要怎样找到他们。我刚好带了一台噬猴机器人母亲在身边，让我先把它放大。哎呀，太大了，我再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好了，刚刚好，试试看吧。呼叫噬猴机器人5000的摄影机，看来可以正常运作。它有摄影机，那为什么还要有人在上面？因为要有备案啦，如果机器坏了，那我们不就看不到东西了？是说，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种状况，只要别把它撞坏了就好。嘘，有动静。我们要夺走你的灵魂，从死者身上召唤喽。整个联盟的武力都会过来对抗你。我们的楼会击溃他们。
我们还有其他的仪式要进行，珍惜你生命的最后时光吧。他们准备要让一条龙复活，我们要怎样对付那种东西？非阻止献祭不可，可是要一整支部队才能穿越这些怪物。或是利用科学尺寸修改器可以放大附近的野猪，让他去踩扁那些怪物。我儿子命在旦夕，我们别无选择。世界上没有工程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带点有意思的东西回来哦！大野猪来了，我们只要校准这个尺寸修改器。哎呀，太小了！我看看啊，调整设定。好了，试试看。哎呀，一点用都没有。好了，再试一下。大野猪来啦！我们回去让船长看看。联盟不会丢下任何人，保持专注跟警惕。敌人交给我们，我们清出一条路后，其他人往前推进并建立营地。母亲，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让野猪踩死他们，这样才能击倒大家伙。野猪不太对劲，撑住。处理掉不死怪物了，现在该解决那个死灵法师，救出我儿子。状况吧，母亲，很抱歉，我想对抗巨魔，但他们太强了。亨利，记住，不要因为犯错而深陷懊悔，无法自拔。好了，士兵盖瑞克，给我完整状况报告。我会尽可能帮忙。是的，母亲。盖瑞克船长，巨魔使用死灵法术，打算复活一头龙。他们需要我们来当祭品才能使用那种法术，仪式就要开始。开始了，他们要用收集到的生命之力来复活这条龙。那我们动作得快。新兵，士兵盖瑞克，无论面对什么灾难，联盟永不放弃希望。我们会在巨魔完成仪式之前阻止他们。出发吧。我们会找到失踪的远征队。最近好吗？联盟不会丢下任何人。早知道就不要离开铁路堡。好吧，我们来看看能找到什么。我想我们应该发现一些东西了。我好想赶快回铁路堡。很高兴见到你。祝你好运，那些幸存者只能靠你了。能救则救。
有人在吗？帮帮我，愿伊路恩指引我。我要掠夺你们的生命能量，烧掉将我关在这里的人。小蜘蛛，让开一下。可怜的生物，但我们不能停下来帮忙。圣光啊，你们还活着！你做得很好，救了那些人，还处理掉蜘蛛。那些蜘蛛也是受害者，他们失去了家园。也是，你这样说也没错。你不应该对德鲁伊说出这种话。哼，你刚刚才在跟我说你多讨厌蜘蛛。圣光平等照耀万物，但这不代表我必须喜欢蜘蛛。我们有任务要完成。一定要救出我的朋友。希拉和我先去侦查，我们在北边的阴身人巢穴外汇合。看来阴身人把你们其中一个人抓走了，一定是我们的法师美瑞迪，快去救他。千万小心，要有耐心，面临危机时要保持冷静。来解决那些阴身人吧，希望美瑞迪没事。他会的，来吧。我不会挨饿了。我需要一个目标。
你交给老大。老大还需要我。我会施法术让自己逃离这里，别让阴身人接近我。撑住，我来帮忙了。继续打，我帮你治疗。家伙朝这边来了，同心协力就能打败他。为了联盟，哼，哼，好了，来吧，趁还有机会，快点离开。绝对不碰。来，你是真正的英雄，小心巨魔，船长一定会很开心。我们赶快回去报告好消息。我们救了美瑞迪，多亏这名新兵的帮忙。干得好，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搜救。有什么事吗？
抬头把材料带来给我，我教你怎么做陷阱。救命！我太聪明了，不能死啊！远征队需要我们，百发百中。你想说什么吗？冰为例，好啊，你想拿这个做什么？我听你说，狩猎永不停歇，有什么事吗？抬头把冰冻陷阱放在巨魔废墟里，躲在营地附近的野兽应该就会现身。什么野生动物，是跟着船舰上岸的野兽，看来他在船难中活下来了。远征队需要我们，百发百中。你要先解散目前的宠物，才能驯服新的。你之后还是能召唤他回来。等你准备好驯服野兽了，就跟我说。来了，驯服他，就跟上一只一样。救命！我太聪明了，不能死啊！做得很好。现在来学习怎么把宠物送到兽栏。抬头挺胸，我听你说，百发百中。我们会找到失踪的远征队，保持警戒。这攸关清兵，跟我们前往城塞，其他人先留在这里待命。
有任务要完成，不准擅自离开岗位。需要魔法的协助吗？要脚踏实地。如果你有奇怪的刺痛感，表示幻象生效了。好了，行兵，你就假装自己是巨魔，把我们带进城寨里。别用复杂的字，干脆别讲话，只要微笑、点头、挥手就好。新来的祭品。到大胡子那里跟格尔果子挥手，别让我们失望。继续行动，我们要尽可能了解这个仪式。看看是谁来了，原来是我们以为已经弄丢的祭品啊。通通带到后头去，我们用结界石把他们封起来，跟他们首领一样。我们现在该上去城塞顶端完成仪式了，所有人都会臣服我们。艾尔拉队长，不，不要啊！该怎么打破这些封印？亨利一定有办法。联盟不会丢下任何人。保持专注。格尔果斯提到了结界石，找到他就能救出队长。我绝对不碰。我会尽可能帮忙。别损害我们。
想说什么吗？你是真正的英雄。谢谢你救了我，不过我们还是要阻止戈尔果斯。我欠你一条命，我们还有工作要做。我们会找到失踪的远征队。行动，我引开巨魔，其他人负责解决他们。这里充满死灵能量，他们可能快要让巨龙复活了。需要先有一个目标。那是戈尔果斯的重要副手，我们有办法击败他吗？我们不能无功而返。行兵，你打头阵，我跟着你冲进去。我答别你，不让你阻止仪式。我会确保他只攻击我。亨利，你帮大家治疗。遵命，船长。时间了，戈尔果斯无路可退了。我们有任务要完成。不会丢下任何人。我们一定要救出我的朋友。发现戈尔果斯，还有他想复活的巨龙。渺小的臭虫，不能让你们阻扰仪式。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
我们会找到失踪的远征队。我们好像成功了，愚蠢的巨魔，你们给我的能量还远远不够。别放弃，我们还有胜算。可悲的凡人，你们的死会滋养我。巨魔跟龙都倒下了，风暴也散去了。行兵，准备好离开城塞就跟我说，我们得想办法回暴风城，不准擅自离开。你看，联盟增援来了。你们在这里啊，我们一直试着突破风暴。我们有任务要完成。保持做得很好，行兵，骑上狮鹫兽飞回暴风城吧。这座小岛总有一天会从黑暗仪式的伤害中恢复。你看地平线那边，我们的飞船接近了，这样才真正展现了联盟的力量。来吧，新兵，我们回家。这里是暴风城，崇高联盟的首善之都。来自世界各地的联盟种族成员都会来到暴风城进行各式各样的贸易与外交协商。他们常年与凶残的部落为敌，冲突随时一触即发。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暴风城的英勇士兵都会挺身面对。身为熊猫人，你一直祥和地待在名为神真子的漂流岛上，但是你潜藏着无畏之心，渴望踏上旅程。艾泽拉斯面临着无数危机，需要勇敢的英雄起身捍卫世界。为了联盟，为了联盟。我们一起经历了不少。祝你好运，我去跟乌瑞恩国王报告，你先和林迪探索一下城市，有新的任务再通知你。
能回来暴风城真是太好了。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你问到路了吗？为了毒药，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科学的力量。九城区，我们来了，离这里有点距离，你要跟好，别走丢哦。你在找什么吗？你好，一路平安。你好啊，再见了。你好啊。再见喽。你需要什么吗？你好，一路平安。我能为你做什么吗？能回来暴风城真是太好了。我们去找训练师，学学你该怎么精进技能吧。很高兴见到你。凡事小心。选的真是太好了。有我能帮忙的吗？待会儿见。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科学。到诸河少生去吧。第一轮我起。许多年前，部落袭击暴风城，破坏了大半的城区，但如你所见，全部都已经重建得焕然一新。最近好吗？再见了。Hello， 再见了。你是真正的英雄，远离黑暗。
团长，很高兴听到你的任务成功了。哦，这一定就是那位新兵，欢迎你。新兵，很高兴看到你。我们还会再见。与部落之间的战争让我十分心烦，间谍大师有什么消息？我收到消息，部落和赞达拉帝国组成联合部队，他们的海军兵力大幅提升。那我们也得找新盟友。珍娜，库尔提拉斯呢？他们的舰队举世无双，你能说服他们再度为联盟出一份力吗？我至少要试一试，没有他们帮忙，我们的舰队就没办法对抗部落和赞达拉的联合海军。我会带回库尔提拉斯舰队，不然绝不回来。珍娜，保重，愿圣光与你同在。艾杜因，要我提醒你，库尔提拉斯是因为珍娜才退出联盟的吗？他们不会欢迎他的。所以珍娜不会只身前往。正义是值得捍卫的。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盖瑞克船长对你的评价很高，我相信珍娜可以仰赖你，联盟也可以仰赖你。我们一起经历了不少，祝你好。我相信你的前途不可限量，注意安全，不要忘记你所受的训练。